家中有姐妹，男性更有何种魅力？家中有姐妹的男性更有下列哪一项魅力？我的答案是 B。你家也是有姐妹的男性吗？没有，我家只有我一个。哇，那你怎么会认为是这个答案？通常都会对家中的男性要求更多，残暴，残暴。李光正，你没有什么求生欲哦。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明星攻略。